非假日要前往高雄桃园区宝山公园赏樱，山区道路绵延两旁全被汽车给占据，游客从市区开向山花快两个小时，全是为了一睹樱花美景。花开很多，非常漂亮。可以，值得。游客席地而坐野餐，拿着手机要跟满山遍野的樱花自拍，来个人比花娇。樱花林从一月开始绽放，5000株樱花盛开七成，平常日涌现大量人潮，假日更是惊人。开起来，拢全部拢搁开出来。车子，车子。游客假日前往，汽车多到只剩一线道勉强通行，汽车一面行驶，后面还跟着机车，左闪右躲，全都是车。宝山公园从一月开始樱花盛开，因为不收费，近来成了热门景点，人多洗手间少，游客得一一排队。空地设置摊贩，但野生乱象也不少。高丽菜篮放置地上，菜叶烂掉，散落四处，要填饱肚子，同样得排队。游客人贴人前进，好多人没戴口罩，忘了保持社交距离。塞车没都没有办法。这大概多少？大概哇，那个也好几万块，好几万块吧。自己要先保护自己，安全距离，我们的距离有点近。有做个实名制的方式，还有那个请他们要戴口罩，然后耳温这样的部分。只是有的时候还蛮无法去确认他们，因为还蛮空旷，地又那么大。虽然入口矗立告示牌提醒游客全程戴口罩，禁止饮食，但以宝山樱花公园面积约2公顷，实在很难约束。不能出国，游客找各地景点秘境。高雄桃园宝山樱花公园赏樱夯，车多拥挤，区公所只能再三提醒游客别忘了做好防疫。三立新闻谢文燕、洪淑珠高雄报道。